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曾小月，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先跟大家跟進一下現在的市況的走勢，恆指報22436點，跌163點，國企指數10353點，跌84點，大市成交449億。內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數都是偏軟，上證指數跌9點，報3284點，深證成指跌62點，報10979點，滬深300跌11點，報3433點。這節呢請來阿諾同我們分析的市況。阿諾你好。你好，你好。阿諾同你講一講就是中移動啦，今天就比較偏軟，在恆指成分股裡面都是比較弱的一隻股份，暫時就報緊91.4，跌幅超過1%。另外有消息指中國三大電信商中移動、中電信和中聯通合資的中國鐵塔公司就獲得中國國新控股入股，出資是超過16億美元，購入6%的股份，預料可以建設有助建設新能源汽車的充電基礎設施。市場有不少的分析都看好鐵塔公司，加上新能源也是中央力推的政策，會不會都看好三大電信股的前景？其實看回三大電信股近期的表現不算差的，特別說中聯通或者中電信個表現相對地比較好一點，最主要都跟這個鐵塔公司有關的，始終說鐵塔公司成立的日子越來越近，關於相關的消息也都越來越多。現階段最新的消息就說這個中國鐵塔公司就是說會被國新方面入股，入個股的比例大約 6% 左右，不算特別多，但是你說為什麼這個幫助。第一方面從消息層面上看，國新入股最主要都說到了跟內地長遠來說一些政策有些關係在這裡，說入股之後說接下來未來中國鐵塔公司可能會有機會去做一些相關的充電站的業務。這方面來說大家都知道的，新能源汽車一直以來都是內地裡面扶持政策的重點，在這個新能源的汽車發展當中經常都說到配套不足，所以你的充電站本身業務上面有個很龐大的商機在這裡，市場這方面會有個憧憬在這裡。而最重要就是說為什麼在這個過程當中中電信或者 中聯通的升幅相對地比較大一點，市場會憧憬這間鐵塔公司來的未來。本身如果只是說之前市場看做一些基站或者說一些基站等等的設備等等，未必會有個很可觀的盈利增長在這裡。但是現階段看回如果你有些國策扶持的業務，說這些充電站業務等等，你說市場會憧憬這間鐵塔公司可能會有個不錯的盈利增長或者現金流在這裡。你說在這個幫助來說，雖然你說鐵塔公司股份佔比方面中移動的佔比是最大的，但是始終三間公司有個不同，中移動講緊每年嚟講啦，賺錢嘅金額啦，成1000多億元人民幣有多，咁啦，另外嗰兩間啦，都係介乎喺100幾至200億元嘅。咁啦，如果未來嚟講啦，鐵塔公司能夠係帶來一個盈可觀嘅盈利能力喺度啦，咁對於本身好賺錢嘅中移動嚟講啦，未必話會有個好大嘅幫助喺度。相反地啦，對於盈利能力相對地比較疲弱嘅聯通啦，或者係中電信啦，咁就可能會有個比較大嘅幫助喺度。咁所以市場啦，最主要都憧憬翻啦，嚟緊未來可能鐵塔公司上面發展翻一啲充電站業務，間接性可以帶動到中聯通或者中電信可以個盈利能力做好一點的。但是這方面來說始終有個保留在這裡，始終最主要原因第一方面你說鐵塔公司究竟能不能夠有個很可觀的盈利能力，這方面真的有所保留的。始終說其實未來面對著一直以來成立鐵塔公司都是為了幫三大電信商去減低他們的資本開支，本身面對著做這些基站 4G 投放等等都面對著一個很大的成本在這裡，就算說有些中電站這些電商業務等等，其實始終雖然是受國策扶持，但是代不代表這個業務上面有個很大的盈利能力或者很能夠賺錢，我覺得短期來說未必能夠見到的。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憧憬在這裡。但是始終最後當鐵塔公司成立了之後，的確是會有助三大電信商的資本開支減少，其實的確的相對地比較大的得益者中聯通或者中電信的確是會相對地比較受惠的。係啊，咁啊，頭先阿諾都講到啦，個中移動嘅佔比咧喺鐵塔公司裏面就最大嘅啦。咁啊，詳細咧就係中移動佔38%，中國聯通就佔28.1%，中電信佔27.9%，而中國國新佔6%啊。咁再睇另外一份報告啦，摩根大通咧就指預料咧中電信同中移動將會公布第三季嘅業績咧係穩健嘅，服務收入同埋盈利增長都會加快啊。但聯通嘅盈利跌幅就最大。
但係咧好特別嘅一樣嘢咧，雖然係咁啊，聯通同中電信咧就被給予咧增持嘅評級，而中移動咧就給予中性嘅評級咧，就去反映鐵塔公司唔同嘅參與。點解佢睇好中移動嘅業績，但係又會俾中性評級，反而咧聯通嘅盈利跌幅較大，就會俾增持咧？嗱，咁其實我諗你又睇翻咧，大行佢嘅分析都冇錯嘅。你話始終三大嘅電信商喺對於呢個鐵塔公司過程當中啦，受惠嘅程度會唔同嘅。咁你話講緊雖然佔比最大嘅係中移動啦，咁但係其實中移動喺呢個過程當中未必話有個比較大嘅得益嘅，因為本身中移動其實本身旗下啦個基站嗰方面已經相對地比較多嘅，咁所以你話個佔比相對比較大呢個本身係預咗嘅，咁但係相對地咧，你話講緊基站比較少嘅，講緊一啲嘅中電信、中聯通等等啦，咁成立完鐵塔公司之後咧，佢哋個受惠程度會相對比較大，因為大行都有講到啦，最主要預料翻啦，嚟緊未來佢哋去租用翻呢啲嘅基站個費用咧，會有個大幅下降嘅跡象，咁成本有個大幅改善咧，呢方面會利好翻佢哋個盈利能力嘅，咁始終你話如果睇翻個盈利能力方面咧，睇翻三大嘅電信商啦，其實見到中移動個純利率就的確相對地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話鐵塔公司成立咗之後啦，整體而言三大嘅電信商都係受惠翻啦。未來嚟講個資本開支成本嗰方面係減少咗，咁但係中移動個幫助啦，其實就會相對地冇咁大嘅，咁但係大行都睇好翻中移動最主要原因啦，就見到的確冇錯嘅，中移動個科技上客量相對地比較強勁，而過去呢幾季嘅業績上面咧，的確見到 Apple 係會有個改善勢頭喺度。咁另外嗰兩間咧，我諗個情況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嘅 ，Apple 可能個表現未必會中移動咁強，咁但係啦，你話講緊喺個盈利能力方面啦，雖然你話整體而言啦，科技嗰個受惠程度冇中移動咁強啦，咁但係你話喺個其他嘅資本開支啊，或者係投放基站租任費用等等啦，有個大幅改善嘅跡象嘅情況下啦，佢哋個盈利反彈空間啦，就可能會係更加之大嘅，咁所以咧，大行好多時候現階段啦，甚至咧從個估值上面睇翻上面啦，咁咧對於中電信或者中聯通啦，個睇法可能會係更加之正面嘅。咁我諗你話睇翻呢啲位置嘅時候啦，其實我覺得嘅，你話始終講鐵塔公司成立都係一啲好短近期會發生嘅事啦。咁所以從個短線角度上面睇翻啦，我覺得你話中聯通或者中電信啦，股價嗰方面嘅表現可能係會相對做得比較好少少。咁但係咧，始終講你話削減開支呢啲啦，始終都係一次性嘅。你話長遠嚟講都要睇翻個科技上客量啊。Apple 嗰方面嘅表現，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從個電信板塊上面嘅睇法啦，從短線角度上面睇翻，我覺得你話中聯通或者中電信啦，係會有條件睇翻好少少嘅。咁但係啦，中長線嚟講啦，始終我覺得行業首選都會仍然係中移動嘅。好啊，咁啊，頭先 Arno 都有提到啦，都覺得咧聯通同埋中電信咧喺呢個嘅鐵塔公司嘅消息之下咧，其實比較受惠啊。咁啊，摩通咧就特別睇好聯通啊，覺得鐵塔公司嘅部署係最多，受惠中線咧前景嘅改善，同埋新主席上任咧，亦都改變咗公司策略。不過聯通近期咧就俾一啲業務財務嘅較弱同埋股價向下所影響。是不是都是一個好的時機買入呢？你又怎麼看呢？咁其實你的確嘅短線角度上面睇翻聯通或者中電信，我之前正如所講啦，會好翻少少嘅。咁呢啲位置其實你話要去追入啦，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兩者之中，可能我自己都會揀翻聯通為主。始終講緊嘅之前提及到啦，你話兩間公司都同樣受惠住鐵塔公司嗰方面嘅因素喺度。相對地，你話講緊聯通嗰方面啦，咁大行都有講到嘅，盈利能力短期嚟講可能表現比較弱。咁所以你話從個短線角度上面睇翻啦，中電信可能會好少少。咁我都從個圖表走勢上面都見。中電信的走勢的確是相對比較好一點的，所以你從短線角度上看回，從技術走勢上看回，股價突破了一條50天線之後，其實潛在反彈空間都相對比較大，因為你突破完50天線，同樣地都是講9月份這些高位之後，其實未來來講目標有條件望回 4.8 這些位置，最重要講個估值上面都相對比較吸引，所以短線角度上看回這些位置追入，只要將止蝕位設定在 3.9， 我覺得你目標是看得比較清晰，可以望回 4.8 這些位置，承擔的風險都是講緊大約5% 左右，咁所以呢啲位置買入啦係安全嘅。不過我諗同大家講翻啦，你話始終短線角度上面可能會睇翻好中電信，咁但係你話從個中長線角度上面睇翻啦，始終行業首選我自己都會睇翻中移動嘅。特別講緊啦，如果投資者係想買呢個板塊進行可能收息啊、長線嘅投資等等啦，我相信中移動喺個派息能力方面啦，可以做得相對地比較好少少。咁始終講緊嘅中移動個業績上面啦，一直以嚟都見到係特別個 Apple 嗰方面嘅改善勢頭相對比較好。咁但係你從圖表走勢上面睇翻啦，確短線角度上面睇翻，可能比起另外嗰兩間嚟講啦，比較弱少少嘅。咁但係咧，從個技術走勢上面睇翻啦，現階段中移動都係一個整固待變嘅格局，徘徊喺90蚊啦至96蚊呢啲嘅區間。咁未來嚟講啦，季績上面啦，的確未必話會有個太大驚喜喺度。咁但係我覺得啦，都可以憧憬翻中移動未來嚟講，隨住科技嘅上客量強勁啦 ，Apple 持續改善啦，佢哋有機會增加派息。一旦有呢啲相關嘅消息喺度啦，股價同樣地都可以有個明顯啲嘅反彈嘅。咁所以中移動嘅部署啦，我建議呢啲位置同樣地可以做個吸納嘅。咁中長線部署啦。
只要將個指示位 set 翻去88蚊呢啲位置，後市個目標咯，我覺得都可以望翻110蚊，甚至更高嘅水平噶。好啊，唔該，劉長俊嘅分析，一齊睇下板塊嘅最新造價。中移動下跌超過1%，報91.3；聯通係靠穩報10.82；中電信上升1%，報4.1。恆指暫時報22,412點，跌188點。國企指數10,345點，跌92點。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先同阿龍做翻申報。頭先提及過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阿龍有冇持有？係都冇持有嘅。轉頭翻嚟有更加多嘅直播環節。